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驾驭。只有武灵锁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，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形战士。下，您回来了。我还在收集黑暗能量，你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殿下息怒，我正有好消息要通报您，炎魔王就要诞生了。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计划屡屡失败，但是黑暗能量依然不断涌入。计划虽然失败，但由失败产生的能量也在不断积累壮大，最终成为炎魔王的养分。殿下，还差一点，炎魔王就将出世，您的黑暗能量已经恢复。我恳求您使用伟大的黑暗武灵之力，让童话世界陷入空前的混乱，来补足最后的孵化能量。放武灵之源，伟大的万物主宰，去吧，武灵之源，为黑暗世界集聚更多的能量吧。好强大的黑暗能量啊！殿下，炎魔王即将孵化，我要交给你们一个任务。是。哎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野狼牌棉袜10元3双。哎，老鼠兄弟，买双棉袜当棉被吧。今天又没做什么生意了，要是现在天上掉金币该多好啊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莫非是传说中的长江七号？哎呀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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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都来了，大家小心呐！大家都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呢？看来事情严重，我去报告国王。波比，把他们全都绑起来。波比，你们超人强，我们先去找绳子，撑一会儿。等等我！武灵威力！等等，超人强，我们不能用武灵威力对付这些无辜的居民，可他们已经变成怪物了。救我呀，拉达！快救命啊！国王陛下，我把他们都带来了。山爹保佑，你们还是正常的。多亏了您的卫兵及时赶到，用烟雾弹救了我们。国王陛下，为什么现在童话世界的居民们全都变成了怪物了？哎，这一天果然还是来了，传说已经变成了现实。什么传说？你们还记得吗？
我给你们颁发勇士勋章的时候，我提到过那个可怕的传说，黑暗之源吸取了童话世界的能量，诞生了黑暗世界，也把人类变成了黑暗怪兽。古书上记载，当人类变成怪兽，就会眼神呆滞，四肢行动缓慢，到处作恶。现在的情况就如同千年以前的那场浩劫。哎，这么说，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童话世界就会毁灭。所以我要你们马上找到幕后主谋，查明一切。没问题，国王陛下，我猪猪侠可是传奇魔法师勋章的继承者，我一定会让大家恢复正常的。还有我们，不好了，怪物袭击皇宫。来得正好，我要看看真凶是谁。哼！国王陛下，危险！他们不是怪物之家的怪物吗？是啊，他们都是改邪归正的好怪物，怎么会袭击皇宫呢？打他！三眼怪、蟑螂王和马怪，你们是怎么了？别废话，他们又打过来了。武林威力变身！刚才正在怪物之家干活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把这些怪物都给我关起来，马上！国王陛下，他们是受了毒幻蛾的迷幻粉控制了，迷失了心智，不是故意的。那毒幻蛾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不过我保证一定会把真正的幕后黑手给找出来。这些怪物由你们管理，现在出了事儿，又找不到真凶，哼，真是令我太失望了！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！是，国王陛下，抓住他！这个蠢国王完全中计了。殿下的魔法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制造出大量的人形怪物，我们只要拖延王国守护者，别让他们太早捣乱就行。就算事后发现了，到时候他们也没办法对抗整个童话世界的怪物大军了。哎，赵仁强，你们抓到毒幻蛾了吗？没有，一路上竟抓怪物了。哎，连毒幻蛾的影子都没看见。哎，
哎，老大，别担心，明天一定能抓住他们。哎，不好了，快看电视。胡老师，你今天一天都去哪里了？我们有事要和你说呢。我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我今天只是出门吃个饭，你们怎么就闹出这种事情了？现在童话世界危难重重，而我们的守护者却不愿意将凶手绳之以法。童话世界的居民们，现在谁该来保护我们？守护者是否值得我们信任呢？越来越多的怪物出现，我们的守护者还在犹豫什么？还是逃命要紧。救命啊！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些新闻唯恐天下不乱。迷糊老师，三眼怪他们是无辜的，我们真的发现了毒幻蛾的米粉。我当然相信你们，现在要尽快把真正的凶手抓住啊！请大家看一下，我去看看。请和怪物为伍的守护者马上搬家，违者赔偿违约金500金币。500金币？什么？太过分了！哎，我们这么努力地保护人类，现在连房东都要赶我们走。哎，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？殿下，这次的计划非常成功，大量人类被变成怪物，剩下的人类也不相信他们的守护者。童话世界一团糟啊！你们这次做得不错，剩下的时间继续把守两界通道。是。您成为两界霸主的日子即将到来。眼魔王，我的奴仆，快苏醒过来，达成我的愿望吧。什么？这个发电厂早就废弃了，怎么还会有人呢？接着，这个面包都发霉了，人家才不吃呢。现在童话世界一团混乱，有发霉的面包算不错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真是痛快。靠着殿下的魔法，让人类都变成怪物制造混乱，只要我们守着发电厂，就不担心计划被破坏了。什么？原来是他们在搞的鬼，发电厂里有什么呢？安静，安静，就不怕把人引过来吗？我出去巡查，你们老实在这待着。是。有怪物啊！你这个笨蛋，你自己就是怪物啊！对啊。谁？三尾狐，你踢我干啥呀？谁踢你呀？真想睡个美容觉吧。三尾狐，果然是你打我，你这个臭狐狸！站住！这两个笨蛋！站住！这里是黑暗世界，这群怪物居然已经把部分黑暗世界连通到童话世界了！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他们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。